另外看哦，日前有一位学者在德国比丘尼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之下呢，特别前往到柏林佛光山来访问住持妙祥法师，1个半小时的深度访谈，来了解女性出家人所面临到的困境。侃侃而谈，一路走来，从学佛到出国弘法因缘。这一天，一位学者带着摄影师来到德国柏林佛光山，以德国佛教比丘尼及女众领导者前往更平等之路为主题，访问住持妙祥法师，了解女性出家人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不平等待遇，还有所面临困境。1个半小时深度访谈，让学者收获满满，也充分认识了人间佛教。认为是德国柏林综合报道。